他还不如咱俩刚待那块好呢。我把电筒跑这个地方。你俩在哪儿啊？那边。那边有一个风景很好。那找你啊？是他找我的。你不是说你今天发现这个会场结束吗？啊？对啊。你说七点半这个会场结束，你说你就来找我。你就不知道找一个对象，然后结果我俩一人自己。